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演艺圈衰神来国光报道啦，现场测试谁比较衰，来他们两只比啊，你们一人选一只。嗯， Lady First， 这个我超衰的，一二三按预备，一我怎么有种不想的，一二三按下去，不要再推进没了，一二三我是树林，我是邱安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邱柏林，决定这样一集，开玩笑，是不是？好，啊，是是是，叫少熙哦，有，好，我们今天讲什么？别人转角遇到爱，我却转角踩到赛。OK， 谢谢。哎，最近那个新闻上有一个那个大学生，他呢越狱。浴室的浴，这个衰咖呢啊，这个越狱的这个故事呢，获得大家广为这个流传。来，欢迎那个衰小大学生来。衰小大学生。哎，郑红，郑红这边，静红，郑红起来就好。郑红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这个事情？就是那天我就洗澡嘛，然后洗完我就。因为我习惯全裸进去全裸出来，因为我自己住嘛，然后我就想说好仔细哦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然后就想说就出来了，然后我一开就把手掉了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你要把整个过程这样子po在网上？因为我觉得还蛮丢脸的，就是让大家笑一下。来，这就是你的内容，给大家解释一下，来，用麦克风，预备，开始。就是那一天嘛，就是我就拿嘛，我就开门，然后就掉了，就愣了两秒，我想说爬不出去哦，是里面。然后呢，就是画面一，对，整个喇叭损掉了。画面，然后呢，再来，然后就是这个画面。然后我一拉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就外面那声音也有一个声音是喇叭锁掉在地上，就是一起脱落这样。哇哦，里面外面全掉了，哇，这已经烂成这样了哦。对，不好意思。然后最后怎么办呢？我就想，不可能吧？然后我就踹出来看嘛，因为。出来浴室的门都很弱，对，可是是由外往里面出来会很弱，由里往外出来会很强，对，超强啊！接下来挡住啊，门槛挡住啊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浴室有门槛，你先不要吵啦，讲故事。接下来，然后就是你要做罐头声。这种喇叭锁不是用有些用卡片就刷得开了吗？嗯，我想说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，就刮胡刀，哎，就整理门面好上路这样。就如果被锁在里面的话，就对，然后刷。你等下，你的刮胡刀也太脏了吧！穷学生，嗯，再来。然后我想说把牙膏压扁，看能不能把它刷开，当卡一样。这个是对对对，那是牙膏。这不是，这是我拿来刷，就是清理浴室。那拿出来干什么？不行，没有办法用。对，没有办法用。就是你能找到的道具嘛，就是牙刮胡刀、牙刷跟那个刷子。对，还其实还有牙膏啊。哦，那最后呢？对，第五个是就是塞不进去，这个是洗脸洗面乳。那你拿起来干嘛？洗个脸。又要再刷看看哦。对，这个想说太多，如果把它挤出来有点浪费，所以我就拿牙膏。OK， 结果呢？没用，就也没用，因为卡太死了。是，对，然后我就从下面想说爬气窗出去，嗯，就发现我连气窗很小啊。嗯，对我太高估我自己了。嗯，然后就想说，然后我就头就出，连头都出不去啊。我想说，如果硬挤，左手这样卡着，如果就回不来怎么办？对，有人来救我，我不要这样跟他打招呼，这样是，这样，然后呢？所以我就想说这条路就不能走，而且我还割到，哎呦，然后呆子，然后呢再来，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想说，这个是门的气窗，你出去对不对？对，是门的气窗。那这个是什么鬼？这个就是我天花板上面，因为我住的那是等于是床在二楼，就是小小阁楼的感觉，对，所以它上面是放那个电热水器，是，对，然后我就想说踩那个水龙头跟那个洗手台上去，哇，好可怕。然后我就爬上去，发现上面就是，就后面就有这个出口，就我就从那边出来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那这就是摆那个电热水器的地方，维修孔嘛。对对对对。那你在哪里割的？我是从这里就割到。他要爬的时候，要爬出去的时候被割。你总共花了多少时间爬出来？就一个小时。
就裸体一个小时在那边乱上去了。对，我原本洗澡都五分钟十分钟。对对，然后后来就爬出来，我有去洗洗。门呢？门就不敢关了、哦。门就不敢关，我就马上把那个拆掉。你是一个人住吗？对，一个人住啊。所以他裸进裸出嘛。哦，对呀、啊。这样子，这个给你这个人生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？就是要关心门吧。从此以后去洗澡会害怕？还好，还好，还是会裸体。就是会先关心一下门吧。OK， 现在没有门吧？现在没有门吧？那还是喜欢裸体来裸体去？因为自己住嘛，所以比较凉。没有女朋友？没有。那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太正了。职业军人获得青睐啊！真的耶，你都当兵？喂，可以吗？好，恭喜你跑出来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讲这个转角遇到赛，就不要今天来四个人都很衰。第一个我们要进行的就是呢，现场测试谁比较衰。今天有四位自称是演艺圈的衰人代表，国光帮将进行超代赛测试，看看谁是今天的衰王之王。王一路跟 Gino 到前面。怎么这？不用不用，轮流。离我远一点。因为你们俩准备，不要再打我了，不要再打我了。记者是他打我，不是我。现在上面有两只。真的没有袭胸啊。我现在上面对啊，来上面两支笔啊，你们一人选一支。嗯 ，Lady First。这个我超衰的。好来。是哦。好，请按，拿着这样按，预备，一二三，按，按，按下去，用力按。哇！我这个超衰，我每次都中啊。真的，我被电到。你真的比较衰。朱信轩。好，白的，好。你留着，抱歉啦。我为什么要留着？哎，这样刚好趁这个机会澄清一下，我们上礼拜怎么回事？就你正在洗我的胸啊！我就是，我要雪上加霜，再给我一记雪上加霜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那一次那天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像那个什么海绵垫的衣服，浩克的衣服这么厚，这么厚，非常厚。对。然后鹏哥就只是拿那个棒球棒挥一下，真的只是海绵碰到而已，并没有碰到我的胸部。好玩对不对？真的就只是好玩，而且我觉得鹏哥比较惨，因为鹏哥事后还被我追着打了十多拳。对啊。好，吉吉到前面来。无所谓了。来，两支笔选一支。一、二、三，我先选。对。应该不会再中了吧？来，预备，成功了，走出去，走出去，一二三，用力按，按下去。哎，我没事。衰王，衰王，衰王，继续做，留下来，衰王，继续留下来。喂喂，你出来。超电的，而且整个就麻到这边了。超电的，超电的，超电的。我也是啊。你哪里衰啊？举到我这个老板不衰啊？哎，哦，来一个，哇，你不这样讲，你不练先知，按住不会，你先，对，好，来预备，一，我怎么有种不想的？一二三，按下去，我不要再被踢死了。没了，一二三，按。我不要，我信我信，那我第二次没有，你没按到啦，有，你没按到，你按到，再一次，你那次也有，好过分哦，没有碰到啊！想一下，你们一天之内同时遇到几次衰的事情？我光摔倒就摔倒五次，一天，一天，干嘛？视力有问题吗？不是，单规管不平衡。我不晓得，因为我那一次是因为我要去拍举光日，哇塞，好适合你哦，还是你自己讲的，哇塞，啊，就我那天要去拍举光日，所以我一早就要出门，然后出门的时候就从楼举光日，好，然后就从楼梯上踩到我们家狗的尿。摔下来就摔得很惨，就摔了一次，然后我这摔了那个还蛮惨的，对，就摔到整个就是脚都是伤，然后后来就很赶的要坐捷运，然后再换火车嘛到新竹，然后一上火车的时候，因为我坐捷运坐习惯了，是捷运的那个跨的那个台子月台
那个动距很小，对，然后就火车的时候我就没有注意，我就是一样就是哎觉得这样就可以过，就这样一过的时候脚就整个踩在月台下面，哎呦，然后就整个卡住，然后整个人摔在月台跟那个火车的中间，然后后面的北北都吓到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扶我，那我的经纪人已经走到很前面了，因为没想到我摔倒，对，然后司机说开车。然后也是，就是牛仔裤一拉起来又是伤这样子。然后呢？然后结果到了车上以后，要就心想哇，终于可以坐定了。一坐定以后又摔在那个，因为那个真的是太久没坐火车，跟捷运不一样，它的那个椅子也跟高铁不太一样，就比较窄，然后就没有坐好，就坐到那个栏，那个叫什么？跨的那个手，扶手那边，然后就摔到我的脊椎，哎呦，然后就已经摔了三次了吧。然后后来到了那个要化妆的时候，通常我们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回家了。结果还没到去赢啊！今天就是诸事不宜啊，诸事不宜。接下来，然后后来我要到那个化妆师帮我化妆的时候，我又一坐下的时候，整个人不知道那椅子是出了什么事，不知道是椅子怎么了，椅子就整个歪掉，然后我就整个脚就跌下去，然后脚还摔到他们的那个桌子上，然后这边又撤修，然后经纪人就说你真的很惨了耶，不过已经连三摔了，应该没事了吧？然后哦，连四摔，对，然后已经超过累积，然后我就晚上回去以后就想哇，放松了，休息好，没关系。然后睡觉一起来就想上厕所，以前因为我有近视眼，然后我近视眼所以想要上厕所，不是我踩到我们家的狗，叫布朗尼，我一踩到狗，然后我因为我不敢，我一踩到它叫了，我就赶快收起来，因为我怕它受伤，我就又从楼梯滚下来，然后摔到铁栏杆，哎呦，然后门牙就飞出去，哦，然后后面的通告三个通告就取消了，门牙断掉啊。超惨的，一天内24小时之内，你这样还敢坐他旁边啊？你冠军了吗？天外横过的，你呢？最衰的一天，我最衰的一次哦，我很容易遇到衰人啊，你看我干嘛？看着我讲。我有一天还蛮衰，因为就是要去试镜，然后因为我养两只大狗，所以我一早就会先带他们两个去散步，然后去公园可以排泄一下。但那天我平常都会有固定的路线，但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先走左边，也是一走出去就先踩到一步。然后我想，好，就没关系，就回家再清。然后就回家换衣服，就刷了那个鞋子，然后就整个化完妆，然后整个就穿了 OK 去试镜的地方试镜。然后就一走出去我们家的那个门要去开车嘛，途中就突然啪，什么东西？就很大补。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不会那么衰吧？鸟大便，我会有人吐痰，是鸟屎，而且是很大坨，就是它，你会感觉它整个是有重量的，而且会温温的。对，然后我就赶快就去路口借那个干妈店，跟他借洗手，然后洗头啊，然后清一清。然后想说好，应该就这样了吧。然后我就要去开车，那因为那时候是夏天，然后你的车子停在马路上，其实非常非常热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就先把窗户全部都打开，然后散热。结果就在我一开才想说哦，开冷气好凉哦，瞬间有一个瓶子飞进来，就是从我的窗户飞进来，然后大概差不多这么大吧，然后玻璃瓶没有，是一个塑胶瓶，而且它没有盖子，就在它飞进来的瞬间，你就觉得有一股很奇怪的味道，而且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熟悉，尿，不是，它是鱼露，臭死了。整个洒在我的头上，沿着我的头，然后顺着就是整个驾驶座的椅子全部都是，还包括我新买的牛仔裤。对，但是因为时间已经来不及了，我就只能开车去试镜的地方。然后我一走进去，没有人敢靠近我，因为你刚从泰国回来啊，非常非常臭哇，鱼露泰国啊，泰国菜都有，超臭的。我后来洗车、美容、保养，大概三次都还弄不掉，试镜谁敢用掉？对呀，你试镜那个应该没上吧？没有上，上鱼露的。带鱼露就好，先不要走，我们有鱼露产品，就是。就每个人都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你会有那个味道？他这个也够衰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就贴一个啊。贴。贴。太衰了。贴他那个肩膀，另外一边吧。可以的，看得到。哦，你讲到这个，那我跟薛文也是很衰了。哦。我们去澎湖捞军。嗯，过船好开心，台风轮的天晴好啊，我们全场跑，因为我们俩不会晕车，不会晕船的跑，开心啊，哇，跑每个舱门跑，跑到最后我说走，我们去后面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船尾不是有浪，
有没有？哇操，乘风破浪，你们俩哇，还好感觉，我讲哇，台彭伦在那边乘风破浪，坐后面哇操那种感觉，然后突然就啪，什么东西啊？我们觉得是不是浪打到了？哎，怎么有浪？我一回头看到他，我操，结果我看到他呕吐，对的。我们两个满头吐这样，哇塞！这一看，哇塞，那怎么办？因为有人在前面晕船吐，上面上面上面。本来我们仓房还在上面，我们还跑到下面来玩，然后一头吐，然后怎么办呢？好，回我们自己仓房去洗一洗吧。那洗之前呢，我就想，这样就算不行。那很多同学被人晕船，哇塞，机不可失吧？抓起来，哎，你还好吧？一看，然后每次我就把它弄，然后大家都吐了，然后我才去乖乖把它洗掉。那你们也衰，哦，那个太衰，但是太好笑，又衰又恶。不是回头对看那一刹那，就是快笑死。什么东西？他有你什么？来一波，哎呀，我也有这样，两个满头吐，然后在船上跑。大家应该那天很讨厌我们。对，我跟我们全家去大堡礁玩，坐那个船要渡过去。我弟不舒服，我还笑他，跑去外面甲板就这样一堆外面吹风，我就不管他，我就站离他很远的地方，我就在旁边看风景。后来他吐了，我还笑他，可是我就因为船先开嘛，我在后面嘛，我看他一吐之后，整个吐又往我这边飞过来，那个风就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哇塞！所以以后人家要吐，真的要关心别人。我们是不是有一次？有一次，那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坐火车到蓬莱校？你有没有坐火车过？有。有一次，我是听说的啊，不对，纠正我。OK， 彭哥有一次坐火车就朝那个窗外啊，就也是吐了一口痰，就过了十秒钟，有一个人来，那个痰是不。下一个窗不是我，是你们班的，我们同学啊，你们同学两个字的啊，我们同学啊，两个字的，对，我们常常一起坐火车上课啊，姓张啊，在当地拍戏，我忘了。那基诺呢？你做过很衰的事什么？我前两天才发生一个事，其实我今天本来不能来录影的，今天吗？对，现在这时候，因为现在不是 Lady Gaga 演唱会吗？对啊，我买了两张票，哇，想带一个就是哎觉得还不错的朋友一起去看，芋头在弄小魔，不是，还是包哥，对，包哥，我是开门关门，我把那个票啊。放在旁边门边边啊，就飞走了。哇，一张哦，完了，8800。Mango。哇，所以我才在这边录影的。我靠，哎，明天还有，明天找，明天找。现在有一个，我买不到了吧？今天我们在 Q 哎，8800。我还放在微博，放在 Facebook， 问大家说怎么办呢？丁俊峰，哪里熊睡先喏？你他刚刚讲到车，没有，他刚好讲到车，我就刚好想到一个车。你们都传到林某就是，好了，我传播，就是当熊英，然后带几个去传电某。你眼神也闪烁，白痴。我那时候就是刚好买一部新的中古车，刚好想到车，就买一部中古车，就说啊带我老婆去九份玩，是刚好那天天气都很晴朗，就开到一半，雾。那我刚好是新手驾驶，我就很紧张啊，我说该怎么办？他说不然我们下山好了。我们就下山，我说那我们去远一点地方玩，顺便去垦丁玩，顺便去高雄看看我爸。差好多，从九份来垦丁，没有，因为刚好要顺路就回高雄这样。顺路啊，没有就玩一玩就顺路。九份顺路到高雄没有啊，就是顺路要回去看爸妈嘛。刚好新车就是中古的新车，就开到一半，哎，人没坏了。哇塞，冷没坏了，在高速公路，我想说啊，开点窗户好了，我就跟我老婆开一点，对，就开到一半，哎，窗户开了，哎，直接降下来，派体也拉不上去了，我就哦，这样神通逃开，就停下来马背赛，就下交流道，拿那个胶带，对，把它贴起来，贴起来，就贴完了之后，就我老婆说，哎，我这边也掉了，但是塑胶袋刚好用完，又下去，又要下去买胶带，就后来我老婆到高雄的时候头痛发烧。因为你整路那一直吹风，哎，会，那我的头发那时候多翘啊，翘一边啊，所以后来我们就把那个车子丢在高雄，叫我们爸妈拿去修，就给他们开。我们就后来就回来台北的时候，我们就坐高铁上来的。后来我们就把那台车就顺便就把它丢掉了啦。但是现在那台车还是没有人在开啊，因为窗户永远没人去修理。我有背着那个胶布，从此你爸头发这边都很翘，这边都很翘，那这很衰啊，对不对？衰什么？张老师，你这样目前这样一眼望过去，你觉得谁的命需要加强一下？为什么一直看？啊，这个一路还是最衰一点。
24小时连环衰，一般衰就是一天里头可能衰一次，啊、那当天就算了、但是有的人一开始天亮的时候一出门衰，当天当然就是要小心了，因为不可能一直衰，但是有时候你一开始就衰，你的心情就变不好，那你当天你就不愉快，不好的兆头。哎，对，难道还有你就做什么事情就会不舒服，心浮气躁？哎，对，啊，或者就是你的那种做事情不小心，那种做事情的那种这个稳定度就缺货的，我就不相信我还会再摔，果然真的再摔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如果是摔过了的时候，那时候心里会有恐惧感。恐惧感，接下来这做人的事情的时候，那个事情是越不顺的，所以不一定就是一天量有衰事，当天就会一直衰下去。但是如果一直衰下去的话，通常都是跟自己的情绪有关系。是哦，是哦。他们讲的都是往事啊，今天来讲，目前来讲，对，现在来讲。现在来讲的话是 Gino 的气比较不好一点，对，所以为什么眼神有点涣散，可能是因为刚刚才遗失那一那两张票，那个没开到的脸，所以现在那个心情还没平复，心神不宁，心神不宁，但是心神不宁也要小心哦，万一心神不宁，到时候又发生事情，对啊，所以呢，那你现在诅咒我吗，老师？我这么尊敬你，谢谢你。灯有掉下来过，在那第二衰的是谁呢？今天来讲三位都还好，那个恭喜蔡老师。那如果说今天觉得可能一出门可能一件事情觉得今天亏不对哦，对啊，怎么化解？运气不好哦，那做什么事情才可以改变这事？好，如果是一刚开始天一亮，或是一早起来，或是你还没出门之前，你可以在家里做一些这个瑜伽泡澡。泡澡，那当然就是要泡净身澡，把今天的晦气全部把它去除掉。那个澡盆里的成分是什么？水吗？当然就是要很高温的水，然后你放一些海盐。高温。海盐哈。那你如果没有海盐，现在市面上都有卖一些木薏盐哈。那木薏盐通常都是海盐的成分嘛。那你就放海盐，海盐在我们的这个命理道家里头，它是可以净身用的，对，熏腿嘛，对，包含被煞到了，或是要收精，都是可以用这个海盐。是，你可以取得像芙蓉叶、芙蓉叶，对，或是魔草、艾草、艾草，哎，端午节那个艾草，对，还有芙蓉叶，还有魔草、艾草，这三样都是驱秽的这个植物。那我们最好是生的就是那种湿的，不是晒干的。是。然后把它放到热水里头去，它就等于是被热水会萃取出来。OK。然后在热水里头用那个水再去。对。然后那个热水温度尽量高一点，它要萃取的功能会比较好。然后等到温度退了之后，到大概37到40度，人的体温可以接受的时候，下去浸泡个15分钟。好。但是你不要就是热水很烫下去。浸泡，然后就马上烫伤，然后烫伤就烫伤。如果没有魔草、艾草跟芙蓉叶的话，那就海盐。那你当天的气就会受到调整。会转变。那如果说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去上班，是到办公室突然就变衰了，对，没有突然变衰，对不对？那很简单，被长官削了一顿，莫名其妙。那很简单，赶快去。到旁边没有人的地方是放个屁，不是，不要被人家看到，因为被人家看到，人家会以为你好像头壳已经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怎样？你就剑指，这个剑指，对，然后哈两口气，然后在太阳穴的地方，然后深呼吸按摩，按摩，对，按摩，然后深呼吸。按摩，然后就可以把你的气，利用这个毽子，然后哈两口气，然后压在太阳穴这个地方按摩，是把那整个气做一个排除的动作。在厕所可以做这个动作，也可以啊，但是不要被人家看到，不然人家还以为你在干嘛。那你们一群人出去的时候，有没有自己就是里面最衰的？一群人出去，我就是总是那个会帮大家先去探路，然后踩到大便的人。那怎么都是屎的话题啊？左边也屎，右边也屎，真的很容易踩到。而且我以前小时候不知道，就是一群人出去的时候，然后大家一起上那种9人8，他就说：“车上怎么这么臭？”我说：“会不会是这台租来的车不干净，然后那个没有处理好？”然后大家就说：“会不会有人踩到大便？”
我就说不可能是我，我才刚从家里下来，这样子说不可能会是我。然后所有的长辈啊，还有一些兄弟姐妹找了一圈以后没有人，然后我就心想说不会真的是我吧？我就偷偷一看，哇塞，不只是大便，我把人家下面脚踏垫都是踩的东西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那还好，那有脚踏垫，车没有脚踏垫就完蛋了。啊，从此以后啊，我在家里面，我哥哥都叫我大便女。然后就说以后只要出门啊，就要我一上他们的车就要自己先检查。然后因为我常常是那种走在路上，我想起来你跟我出外景，你很衰啊。对啊，我们要去吃那个就一盘昆虫，有没有？我说那我们吃一拳，我好像每一拳都输哎，我乱爽了，哎输哦。我想说啊，第二拳之后，第二拳到第三拳，我想说应该我要吃了，对不对？哇，这应该是我要输了。还赢，哇塞！你今天试试看，来猜拳。今天应该没那么湿，因为没有真的要，没有真的要，今天没有真的要湿。石头布，哇塞！而且你还慢出哎，对，你还慢出还输。你用那个被逼摔的试试看，你跟金牛试试看，剪刀石头布，金牛，哇塞！真的是摔货，我也没开心。会不会只是运气的问题啊？对啊，如果就是这样，奇怪，他只要跟他猜拳，他就输。我很不能，所以每次大家说要猜拳，然后做什么事情或喝酒，不用猜，我去。我去。OK。这种我也有啊，大家一起，我有一个很衰，有次也是出外景，然后我们出国，然后就是要玩那个水桶，不是有那个海盗嘛，然后插剑的。那我记得那次好像有快十个人吧，全部人都敢去玩那个会旋转弹很高，然后再弹下来，里面就只有我一个人不敢玩，然后就。我们一起嘛，对，我们一起，然后每个人插都没有事，就只有我一个人插，我自己上去啊，你不会插自己就好，我就整个超衰的，然后反正跟朋友出去也是啊。我跟你讲，你刚刚那个插那个就是苦的问题。对，就因为大家都不怕嘛，大家的苦就很亮啊，没关系啊，来来来，那你这边，然后气就弱嘛，弱就是你。上个月有一天，我们就也是四个人，然后去一家很常去的地方，我们就点了一瓶红酒，然后坐下来喝，然后。每个人喝都没有事啊，就一同样的一瓶酒，只是不同的杯子，然后我就拿起我的一喝一口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有东西，而且是就在这个地方。什么啊？结果就用手拿起来看，是一只蟑螂。红酒，红酒里面有蟑螂，你这个吓死了！那是药酒吧？因为我很怕蟑螂，是因为不是红酒那瓶倒出来，它是爬到我的杯子的杯子里，红酒蟑螂在杯子里，但是那么多个杯子，就只有我的杯子有事情啊。金总，你会这样吗？我跟朋友出去啊，我有一次经验很不好了，可是我觉得是我自己倒霉，就朋友生日，朋友说我在拍戏，然后他们说，所以你要不来的意思是不是？我说熬不过，说好，那结束我去。那八连档拍到两三点，打算冲去。他们唱歌嘛，一去哇，大包厢二三十个人，我从来没看过二三十个人同时挂的画面，尸横遍野。最厉害的是有一个醒着，就是服务生一直在旁边看的这一段。然后我就进去，我就说，我就看了一下，然后我就看服务生，我想说，状况不对哦，我正要走，他说，先生，你是他朋友吗？没有走错。我说，对。他说，不好意思，他们在这边已经睡了一个多小时，没有人买单，你可以买一下吗？然后我就看了一下，他们有三箱啤酒。一箱洋酒，两箱香槟，一箱洋酒也太多了，十二瓶而已啊，二十个几个人没有喝完啊，二三在三十个人，那天我才去五分钟，赔了八万多，那没关系，算我想说隔天醒来我跟他们要钱嘛，隔天醒来的时候发现这三十几个人，他有各路的人马的朋友，很多我不认识，我真的认识只有三个人，其中有人寿星，那寿星不好意思要啊，另外两个人呢，他只跟我说，那不然我出我们自己的部分好了，一人给我2000，哎呦，我就这样赔了八万。你是像诈骗集团了啊？怎么办？真的是全部都才躺得好好的，全部都睡着，然后就你付完钱，大家就吃完了，走走走，下一趴下一趴这样。伙计，有时候人家跟你讲衰的时候，真的要听。以前我们去垦丁玩的，就是租了三台吉普车，然后我开一台，然后另外两个朋友，他们我们六七个人就开三台车出去。开的时候我说哎，你们，我跟你讲，你是衰小人哦。我跟你讲，你开车小心一点。我家里会开很快，开开去，然后另外一个不太会开，我说你开车小心点，你也不要乱开。而且我会开，然后开，我说啊，有条路线，我就开去那个地方可以越野。然后开到那边，突然他前面那车冒烟，我说怎么这样？然后我就开，我说你车怎么？不知道，不能动。我说那你，你这个档很烫，你是怎么开过来？没有，我就扛，然后就再也没换过档。天哪！一档。
到底啊。对，然后那个二档一直开开开到那个空气片烧掉，啊，烧掉怎么办呢？好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然后他们说，嗯，好，没关系，那只好就回去叫人家来修嘛。另外一个，衰哈！我说你不要闹，不要闹！哎呀呀！另外一个，一个还站在车上，每一个在那砍啊，还在那越野。我说不要闹，这样子我觉得已经不对了。耶！啪啪！翻车！对，我是傻，我就我说好，你现在，他说那我看你车回去叫老板，不要，你现在走回去叫老板。他说要走一个钟头，我说你活该。因为我现在要去救那个翻车的人，然后又开车到很远，看远远的，哎呀，我要拼了！我在开去那边，翻车好可怕，一个是飞出去，哎呀，另外一个坐在旁边车翻了，坐在哭，我要哭什么？赔多少钱？然后看起来大家没受伤，那那个摔倒的我，你还好，你还好，没有，还好。我说好，你们俩这边看车啊，怎么办？我瞎了，我就开车，我就开到那个刮起那个还在走，还没走到，开过去上来了，我载你回去，啊，好高兴，开始走很久，然后开回去，我在老板他们怎么样怎么样解释，然后好，那就一个救车什么什么，然后我就没事啊，然后我就说哎，我租完了，他两个一个赔了20000多块。一个赔了大概17000多，哇，那还算好了，还算还好了，没有想象。他翻车不是那种，那种早死掉了啦，是这样子，哐哐哎哐，然后那个就是还盯着我，盯着那个，哎，还在克服了地心引力，这样子也算意外不算衰啦，像铁齿，这也算衰，对对对，得意忘形，衰有天衰跟人衰，天衰就是老天爷就是要你衰，是人衰就是自己的问题，那我猜的。人衰，那是人衰，天越跟他讲，哎呦，对，老师还有一种衰吼，是人衰又天衰，犯贱的衰，哦，犯贱的。比如说，我有两个朋友是不吃牛肉的，哎呦，就有一个抵挡不住诱惑就吃了，吃了以后那天晚上他在家里做，他喜欢做模型，做模型都要有那种胶很黏的，对，那是3秒胶，很黏的，就他那天就挤不出来，挤怎么弄挤不出来，挤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挤到眼睛里。吃到眼睛里，他马上然后用手去，结果他到医院去急诊是这样去，衰哦，对啊，你看这衰半戒指衰，好可怕。但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一样，但是是被我鼓的啦，就是我说什么啊，什么不吃牛肉会怎样？对，美国人每个都吃牛肉也不会怎么样啊，吃吧，然后他就吃了。那天晚上他回家。喝红酒，他不是那种转的吗？对。然后那个什么，那个把手压拉压，那个把手怎么压不下去？你知道吗？就变成这样子，有没有？然后他怎么办？干脆用拔的，你知道吗？拔塞在鼻孔。嘣！那情节吗？是啊，太痛了。血是啪的，太痛了吧？对啊，然后上医院，这个被刺的人就是蒋伟文。犯禁忌的罪，我是有一次觉得很奇怪，是去泰国，那时候去工作，然后去拍照，然后就我们在一个塔上面，我们就觉得很漂亮。然后我们去拍的时候，我们站上去没多久，当地人就叫我们下来，然后我们就下来以后，然后听说那个是他们的什么乱葬岗，我们不懂啊，就十多年前去，因为就觉得就是户外，然后那边有个塔很漂亮，然后可是我们那个时候经纪人都没有跟我们讲，我们都不知道，然后回来以后我们就一下飞机，我们在路上就车子就抛锚，然后就爆胎，然后后来就我们团员就大家就生病。有人可能肠胃炎，或有人感冒，或有的人就是好多就不舒服，就对了，就是轮流就不舒服哎。然后我好像是上吐下泻吧，然后我就还看到，我就是第一次，就是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灵异事件，就是我们一群人在吃饭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间看到有一个白色的像小狗的影子一样，就是从门口跑到桌子底下，我就说哎，谁的狗？一拉起来一看，没有狗，哎呦，我操！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啊，然后就我们那阵子就真的很碎，我们就跟经纪人讲说，我觉得我们这阵子大家好像真的
不好，很衰很衰。然后经纪人就说，其实你们那一天上个礼拜我们去拍那个地方是那个乱葬岗，不能上去的，怕影响到你们心情，我们没有跟你们讲。我们听到我们就吓呆啦，然后我们就觉得，那我们还在那边拍照嬉笑怒骂，嗯，那所以我们回来以后，我们就说那怎么办？然后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先去。那时候台湾的我们在台湾四面佛也拜，行天宫也拜，然后就给人家收金，嗯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的作用啦，就真的也比较好了，就比较顺。你那时候有没有穿旗赛？没有啊，妈妈，踩到旗赛。那个时候都整个上吐下泻，都拉到都已经快往生了。是哦，对啊，对啊。我那也是在泰国耶，真的。可是我们是一群人去玩，然后大家就是 check in 好之后，我们就讲说，哎，那我们去拜四面佛，然后我们就坐车就出发了。可是因为四面佛它在那个饭店那边嘛，然后刚好地下室有一家那个泰国面好好吃哦，所以我们就全部人就开始吃面，就去吃吃一吃，然后每个人就开始懒了。就说好了，那不要去好了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。结果到晚上，那是下午茶嘛，到晚上吃饭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个人就不舒服，他就一直去厕所，就一直吐一直吐。那我们想说可能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有点不干净，水土不服什么，也没想那么多。然后当天晚上有一个吐到早上没办法起床，然后第三个就是我，就我跟朋友在吃早餐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讲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，怎么大家都不舒服什么什么的。结果我吃的满满的，因为早餐是 buffet 啊，然后要吃面包啊，然后有蛋啊，水果啊什么的，吃超多，就后来又突然就觉得不舒服，会跑去厕所吐，可吐的就是都是水。嗯，突然不舒服啊。嗯，就是不舒服。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，我就跟我的朋友说，哎，我觉得怪怪，不太舒服，那我们回房间休息好了。然后我那朋友就说，好好好，那他就是他回房间洗澡，因为我们那天就要换饭店了。嗯，就后来他就回房间，我就开着门，然后躺在床上看书，就不到五分钟，我就听到我朋友惨叫的冲进来，嗯，然后是眼睛是一只眼睛整个是红的，我就说怎么了？他就说他在洗澡的时候就从那个窗户，不是窗户，那个门缝啊，看到外面的灯是这样咔咔咔咔咔一直在闪，然后他就打开门看，他根本没看到，哎呦，然后也没有闪，可是他在里面就是看到一直哒哒哒，然后就尖叫了，赶快穿衣服然后冲出来，对，然后后来我们就遇到那个饭店老板，我们就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每个人都吐了，然后都不舒服，哎，然后还有那个灯，那个老板就说，哦。老板知道对不对？然后就没有理我们，然后我们就后来就坐车要去下一个饭店，然后下一个那个饭店是泰国非常有名的饭店，然后我们租了一台车，那台车就是不管你坐多久，它就是只收你一趟钱，还是在原位？我们去，我们开了两个多小时，本来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了车程，然后每个人一上车都晕。就是每个都不舒服，都在睡，然后后来一到新的饭店就好了，然后隔天我们马上去拜。人不，你有听有听过球场要拜球神？嗯嗯，球场没有哎，对，没有嘛，我们他们打球的，对，平东教练就有这个禁忌啊。问题我们球场是平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厕所在这边，我们宿舍在这二楼，那我们教练说你不要再从窗户那边尿出去，你在对球场，我们都因为太懒了，都尿尿。对啊，你就习惯嘛。然后教练说不要拜完，不要在那边尿。拜完了以后，拜完以后不要在那边尿。就我们已经太急，他走过去那边很远，我们就跟我一个同学两个人这样尿。尿完之后，隔天打球，我脚扭到或多肿啊，这么肿。你姑哎，这么肿，就我那个同学知道，他从外面买便当出来，啊，那他从后面爬那个水沟嘛，水沟中间有一个扛棒。嗯，上面有铁架嘛，嗯，结果他踩滑了，手就挂那边，这整只掉在上面，他人摔下去，他整个皮啊掉那么高，被那个树枝插起来，哇，跪地，真的，所以真的不要在那边尿尿，真的，他是尿尿去厕所尿，太远了，因为有时候太急，有没有？金龙一定有。我是就那时候拍三立友的第一部戏的时候，是跟八家将有关的，嗯，所以我们都要上脸，是跟武打八家将有关。那师傅说，其实基本上上脸之后你是不可以讲话的，不能让我们拍戏嘛。他就特别有跟神明说，那不好意思，他们是因为拍戏关系要推广我们这个文化，嗯。那一刚开始我们都有遵守的规则，我们整团都 K1 都要上脸这样。就后来你知道玩开了，上脸还在那边追逐啊，还在打打闹闹，拿一个兵器戳掉屁股啊，搞的。就那一次之后呢？一个，拍有一个镜头的时候，头直接一转角撞到那个墙壁最尖的地方，这样，当这边直接缝了十针。然后另外一个团员呢，他在试一个有一个就是很近的镜头要试那个拳头翻的动作，嗯，他就这样翻，砰，整个插进镜头里面，
就一般射击镜头插进去，全部都是那个玻璃碎片，也是缝的到处都是，然后还要赔那个的钱16万。然后我有一个场景是要在一个桌子上面跳舞，对，跳的时候桌子跌，就是断掉。我摔下来，我第五腰椎裂开，哎呦！我后来不能跳舞也是个原因。后来我们整团就很害怕。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摄影师，他是能够通的，他带我们去关渡的一个什么娘娘的庙啊，就收我们当干儿子。然后我们还打敬拜给他，然后还说我们不会再犯，才真的完全没事。我们是接二连三，几乎全部化财。人哈会有第六感，每一个人第六感的程度不一样，是，但会有敏锐性。如果说你要当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有点不太妥当，或是心里面毛毛的，有，会，那你那件事情就不要做，对，做了一定会出问题。真的，我去露营的时候翻车之前就有这个感觉，就毛毛的嘛，就翻车要开下去，我觉得哇塞，这个不好吧？但每一个人没关系，想要你很会，你厉害，你下去哪一个翻车？在三立的超级大玩家第一集的时候，吉普车，然后我就下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好恐怖，哇塞，好高，这应该不行吧？车子这样开下去，就角度太陡了，就很陡啊。然后每个人教练啊 ，OK 的，小外国车没问题，中美车 OK， 好耶。然后我就觉得，我觉得很怪。然后我就下去之前，我们平常没有在注意，我就把因为好险，我还选了一台4.4。那个安全带四点，我就把啥拉紧，然后我想啊，观世音菩萨拜完了，我这是在赚钱哦，真的，我们不是什么犯贱，但是没办法，我非下去不可。那如果这么事情，麻烦你救我一下，好用。稍微开，一开始还好哦，我操，到一块奇怪，那块土就特别软，软了以后，那个轮胎就刷一陷进去以后就重心就变，然后重心一压，它就轮胎就撇，那你手又撇不过它，然后就。一撇就后面就就起来，我就哇是真的假的哇，然后开始翻，那我就想两只手往下缩，因为手这样很容易压断，而且我那台车是只有一个防滚杆，前后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扛第一圈翻的时候，我就一直看那边什么，我一看哇完了，一棵树在那边，我想说哇靠，你不会这么衰吧，观世音菩萨不要这样，因为。因为这边没有横的嘛，只有这一根嘛，万一他刚好在这边卡在，啪嗒，我的双脚断掉了。对啊，啊打第二圈，第三圈打我，哇，应该没事吧？因为角度就看得到，因为越来越近。第四圈咔嗒，砰，就卡到那棵树上，然后就整个人变这样。所以，然后那制作人跟那些摄影师，不要停，继续拍。最后呢，我们就因为这个经过这样的洗礼，希望呢你们运气可以改。对，我们最后还有一个来个大考验。哎呦，不要了啦！有两个是包芥末，对，二分之一的机会。是的，一号留言口不二号，3号、4号，三年输，三年刀，一百我胜利了，好，一百我胜利。哎，你赢了，我赢了，我要4号，你要4号，一百我胜利。我赢了，我要3号。那我们两个剪刀石头布，等一下一起吃哦。啊，这里面好像有哎，来，没有，都是绿色，我也一样。等一下一起吃哦。剪刀石头布，石头都有。你看你真的衰哎。你要几号？可以换吗？我要1号。一号。哎，我要换啊！你要换？那我给你换啊，没有，好，来了，好了。哎，等等，不管了，来，预备，1、2、3，坐下来吃，预备，开始吃，全部要吃完。一口下去，1、2、3，都是绿色的啦。哇靠！两个，好过分啊！黄雨露，OK， 我也 OK 啊。七种，每个都是。没有啊，我这颗没有啊。没有，我有的真的没有啊。七种在装的，七种，我的真的，你真的芥末只有一个，你靠三回了。不对啊，就是今天老师提醒的要记得这些禁忌不要犯，然后神鬼啊这些东西默契，不要乱开玩笑。还有一个心浮气躁的时候不要去做任何事情，就会远离衰神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各位参加国光帮帮忙，谢谢。